你好，女士，您刚拔完牙，牙齿敏感，建议您刷牙的时候把 U Smile 的力度调到轻柔模式。如果您觉得牙龈酸痛，可以用我们的 Massage 模式按摩一下您的牙龈，可以缓解敏感不适。谢谢。我想上厕所，走啊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没事，我可以陪你。不用不用，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宁静。你不是还有事吗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李尖尖，来五号室。走。来了。小红，我过来。过来躺下。张过这张嘴。我其实不太疼。张嘴。有两个龋齿，其中一颗牙洞比较大，牙齿已经暴露。现在因为食物欠塞导致发炎，先清洗消炎，等炎症消了再做根管治疗。放心吧。我会轻一点。别紧张，你看头顶的灯，像不像那个兔子洞？爱丽丝透过那个有光的洞，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回去以后不要吃太烫太辣的食物。对了，少吃甜食，回去好好刷牙。我给你开了漱口水，等炎症消了以后来复诊。谢谢医生。李尖尖。啊。自己来就好了，谢了啊。都变成大姑娘了，还怕看牙医啊？哥不会走的，嗯，哥一直陪着你。这个月亮真是的，你早跟我说是你不就好了吗？我让他瞒着你的，我没想到你没认出我，我变了很多吗？没有没有，是我太紧张了，我就没想过那是你。哥，你穿白大褂真好看。
替你夸奖，你也越来越漂亮了。嗨，我漂亮什么呀？我出去人家都说我是小孩儿，我去酒吧人家都要查我身份证的。哼，在我眼里，你最漂亮。谢谢谢谢谢谢谢捧场。哎，对了，你回来，你爸应该很高兴吧？嗯，高兴。小哥的事你没跟我爸说吧？没有，他不是要搞什么惊喜？也不知道他要搞什么，他还不就是想太多。哥，你去忙吧，别耽误你了。没事，我刚来，还没正式排预约，不耽误。哎呀，我时间不早，我要去工作室了。都快中午了，要不一起吃个饭吧？不了不了，我也不太舒服，也吃不了。有事微信联系啊，哥，微信联系。哥亲自来看你，感动吗？你可以不亲自来。来找我干嘛？这不是来视察一下你的工作环境吗？怎么样 ？You smile， 环境不错，不愧是一个高端的私立口腔医院，还出了自己品牌的电动牙刷。在这上班收入不少吧？还可以。在国外收入不算隐私吗？算，可是咱不是兄弟吗？对了，雨今天昨天回去之后又给你发微信了吗？说你一点也不着急啊！吕芊芊发现咱们回来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有什么反应？缠着你带她去网吧，她也不高兴啊。关键是，哎，你到底在准备什么惊喜？为什么不肯回家？到时候再说吧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你是不敢回去吧？开什么玩笑！我有什么不敢回去的？我在搞事业好吗？你爸给你钱了？赵华光不是我爸。李海超才是。你还真是吃着别人的，用着别人的，一抹嘴不认账了。反正现在赵华光管不着我了，我爱干嘛干嘛。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，要好好的孝敬我爸，还要照顾李芊芊。怎么照顾？就跟以前一样呗。都快九年了，李芊芊不是小孩了，怎么能一样？那我也是他哥。咱们俩算哪门子哥？一个是邻居，一个是继啊。刚走那两年还好，后来话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下节日祝福。打电话也不知道说什么，翻来覆去就是注意身体，好好吃饭。人家见不到，也帮不上家里什么忙。咱们结盟吧。结什么盟？你装什么蒜啊？从小李芊芊什么事儿都听你的，你心里肯定有计策，想好了怎么把李芊芊重新收复回来。我没什么计策，我劝你也成熟点，调整好你的心态。感情是要用时间去经营的。你都已经说经营了，你怎么能没计策呢？好了，我上班了。不结盟是吧？不结盟拉倒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心里已经有非常好的计划了，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我。早点回去吧，你爸很想你。